今天晚上谁是最佳男主角了哈？现在看看那个片段好不好 ？OK。红星大奖2013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。那过了我这一关再说吧。随便。好，那我们玩大一点。输的人呢，不只要输钱，还要用酒临头，像落汤鸡一样走出赌场。我就不信你这么幸运。好，跟我还要悬压了，看你底牌。我毁容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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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鼓掌鼓掌鼓掌哎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想当义气男儿吗？别开玩笑了，你们这些家伙懂什么叫义气？你们是一堆垃圾，垃圾男呢？快做爸爸了吧！你有没有想过，将来怎么面对你的孩子？饭桶还不快去找！饭桶还不快去找！为什么全部都猜得到了？你们记到了吗？